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警21师瓦釜。它的四肢仍为迷彩色，便于伪装且耐磨阻燃。躯干部位使用的是透气吸汗快干的材质，双臂保留了粘贴位置，警衔和姓名章并排粘贴于左臂。这是圆边帽，能够防雨防紫外线，两边留有通风口，增强了透气性。它的后侧有帽绳，可以调节松紧。两侧的帽檐还可以收起来。最后，让我们看看穿上它的效果吧。